就是我们控制板就用了类比跟那个数位输出来做控制，那程式里面就只有变速广播跟语音控制使用啊。那程式里面就很简单，只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力气按一下以后，它会叫我们猜猜看是什么灯。那我们现在类似按这个是红灯，然后看它是不是亮红灯，如果亮红灯它就是你答对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亮猜错了啊，应该是就是如果是猜对的话，他就告诉你猜对，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研习哈，因为会用不一定会教啦，然后因为吴世老师有很多教学的方法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那我们在这边学习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那个教学的方法用在学生身上，这样子。谢谢，谢谢。